178分以上及所有的参赛选手。好，那请裁判注意一下，中间有票号164、165、167以及170，这些号码都没有。164、165、166、167，还有170这几个号码没有，所以在裁判名单上面，请特别留一下选手的号码。4/1向右转。
好，我们再往右手边再靠一步，往右手边。向右转，四分之一向后转，四分之一向右转。四分之一转向前，好，谢谢我们前后排互换位置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男子形体预赛完成之后，马上要紧接着进行的是女子比基尼的比赛，所以要请女子比基尼组的参赛选手，请赶快到我们的选手准备区域进行检录。好，四分之一向右。冠轮亲这一条的冠轮，四分之一向后转，四分之一向右转。好，四分之一转向前，169号，172号。
176号、177号、178号以及180号。四个转身动作，四分之一向右转，好，四分之一向后转，四分之一向右转，好，四分之一转向前，选手单手叉腰，谢谢我们，谢谢这六位选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前后排互换。选手，因为选手需要。
上妆，好化妆的时间。我们女子比基尼组选手的比赛，预赛并从12点开始。女子比基尼组的预赛，因为选手需要化妆，需要点时间，所以我们的比赛时间从12点开始。好，四分之一向右转。那我直接把门清完就好了。啊？四分之一向后转。四分之一向右转。四分之一转向帮我们调整我们的选手们。
直接进行我们女子比基尼组的决赛，所以邀请我们女子比基尼组的选手，请赶快到选手准入区进行准入。女子比基尼组的选手，请赶快到准入区进行准入。好，四分之一向右转。好，四分之一向后转。好，四分之一向右转。好，四分之一转向前。谢谢辛苦的选手，是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。
对啊，要不乱掉。如果他没上次再轮转。好，四分之一向右转。向后转，向右转，四分之一转向前。热情的掌声，谢谢两位选手，他们请所有的选手往前。我们依照号码的顺序进行排列。再一次掌声，谢谢男子拳击组178公分以上及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，谢谢，辛苦了。中华民国109年全民运动会健美比赛。男子行李组178公分以上级，第八名182号简博瑞选手代表宜兰县，第七名168号郑任轩选手代表屏东县，我们先给一个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选手。第六名180号罗连布选手代表花莲县，第五名169号李敏豪选手代表台北市，第四名178号陈金佳选手代表屏东县。好，我们请前三名的选手往中间集中。第三名172号陈柏荣选手代表台中市，第二名176号吕志奇选手代表宜兰县，恭喜冠军。177号张玉凯选手代表高雄市。好，我们恭喜我们的审判委员，我们的许金雄许老师来为我们颁发前三名的奖牌。恭喜第三名172号陈柏荣选手代表台中市，第二名176号吕志奇选手代表宜兰县，我们的金牌177号张玉凯选手代表高雄市，合理啊。好，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审判长，也是我们花莲县健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，我们的刘国华主委，来为我们颁发前三名的大会纪念品。好，我们恭请两位颁奖贵宾与我们的选手一起合影留念。接待的掌声，来恭喜男子拳击组178公分以上级获奖前八名的选手，在全国正式的比赛当中可以脱颖而出，荣获全国前八名。好，我们谢谢两位颁奖的贵宾，我们请前三名的选手来到我们颁奖台上面。请我们的游主委留步。好，我们学
的时候，请摆出最漂亮的动作。好，提供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摄影媒体一起拍照留念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再次恭喜荣获金银铜牌男子行军组118公分所有获奖的选手，谢谢。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女子比基尼组163公分。